韭黄虾仁跟塔香鸡就是我最爱的，大家赶快到下方链接，也可以输入我的折扣码哦，拜拜，赶快去买。欢迎收看罗拉是我啦，耶、yeah! ！又到了我们的一日系列，你知道上次啊，我跟伟哥那个舞龙舞狮，那个人头发常常怪怪的，然后还把人家的蛋蛋踢破。然后，所以那一次流量惨不忍睹。今天呢，我请到了三个流量很高的妹妹，那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婷。大家好，我是舒。我是萱萱。嗨。可爱，我就魔镜这一次不会破万。那你们上次那么劲爆，我们今天要来干嘛？今天哎、欸，对我也不知道。今天我们要干嘛？哎、欸，死胖子，今天我们要干嘛？只邀请我们来运动啊，运动，运动，难怪要穿健身，健身吗？还是这个地方可能应该可以打打羽毛球。我们要干嘛？你好，全是保全吗？你那个实境配乐节目那个。长得那么帅，你现在挑这个，你真的那么不挑啊？不是，我想说他刚好经过，可以问一下，你是不是陆可的弟弟？不是，我是他哥哥。你几公斤？108。你是他弟弟？哥哥。他哥哥。他120公斤。哦，那我是他弟弟。你是在这边当警卫的，还是擦玻璃的？我是来这边扫地的。扫地的。那你知道这个体育场可以干嘛吗？别问那么多，跟我走就对了。快到了，我们到这边了。出来了吗？还没出来。嗯，不知道这里是哪里。我们这边要让你们体验一下一日竞技啦啦队。啊？你是说那个抛上去的，还是那个炸裂那个？三十号。不是，我们今天是要抛上去的那个，抛上去的那个。哎、欸，我可以耶、欸，我不怕高。我们今天是要让你们来体验一日竞技啦啦队，所以我们这个要先从热身开始。好。所以呢，你们帮我啊，转身找一个可以帮你两个一组热身的伙伴。又要配对了，配对，又要配对吗？这个看起来你们75号很专业。我前男友叫佑廷，有没有叫佑廷的？哎、欸，真的有，佑廷，佑廷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、欸，那我可以选他吗？我觉得他很专业。你因为他没有你。你怎么这么委屈巴巴？你太委屈了吧！听说这里有一个叫做小可爱的，小可爱，小可爱，小可爱在哪？哪一个快举手啊？这个好了没？啊，是女生，不是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可以。啊，你到底要选哪一个？你只能选一个。我刚才是女的吧？这样看了，你说他说要过朋友这一关吗？还是说，哎、欸，有人自愿吗？有人自愿吗？有人可以接受170以上的女生吗？什么？哇那你可以来来来，欢迎欢迎欢迎。我们呢、啊、就两个一组，然后帮我找地方先坐下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帮我趴下来。好，大家第一个先帮我趴下来，因为我们今天呢、啊，这么嗨吗？我们今天呢、啊、要做一日拉拉队体验啊，所以我们拉拉队很重要的地方、啊、是我们的下半身跟我们的核心，要先把你的下半身先热开来。OK， 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两只脚帮我折起来，好，折起来。OK， 好，那我们首先呢、啊，先要放松我们的股外侧肌。OK， 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会请我们的队员帮你做一下放松，有一点点痛，请你忍耐一下。好，来开始。惨了，我们的肉都太肥了，都不会痛了。哎、欸，很舒服哎、欸，我觉得。不是，我是 N。哎、欸，好，来换另外一只脚。好，让他们有点感觉。这里是为什么那么痛啊？所以有酸痛带一点刺痛都是很正常的，都是很正常的。通常这种叫声听起来就是舒服的叫声，他听起来就有点开心这样子。我可以，我是 M。就是我跟他说我是 M 的时候，他就非常的 S。我受不了了，我们去洗澡。
思啊，我这个人很能忍痛。好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很痛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了好了啦，好了啦，很痛，啊，好热啊，我不行了。好，来，今天我们的热身就到此为止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开始第一段第一阶段的训练。好，来，大家站起来。现在我们让你们做第一阶段的被抬起来的练习。耶、yeah, ，好，终于要练习了 ，Go。所以他们现在是，哇，是飞上了什么？等一下，等一下他们在做的动作，就是你们等一下也会学的东西。他吗？哎、欸，他只在手上哎，他只踩在一个人，他一个人，小可爱。哦。你爬得上去吗？你会爬不上去，我爬不上去。上面是上面的、哦。对，我在上面的话，他们手会断掉、啊。哎、欸，好想被抱，可是被抱吗？因为刚那个男的这样把他甩过来的时候，那个眼神超帅。我刷了两倍大、欸，我特别把比较高的好配到比较粗的组别、哦，比较粗的组别，我要比较粗的，我也要粗的，粗的，那边又要举手一下，又要在哪里？又要感觉很粗，可以。怎么这么高？都是汗啊！这个我从来没有想上去，我身高170，在上面会很不稳。哎、欸，不行啊！我要感谢我的爸爸，我的妈妈。很好，很好，好，手打直，很像投降这样。啊！天哪，那个我，那个我完全不知道刚刚要干嘛哎、欸。OK， 四个女生都一起来听我的拍子，好，来预备，一二三 ，Go！好，看前面，看前面，来，一二三，站起来，膝盖打直，看前面，不要往下看。好，手举高，手很像一个 V 字形。好，来，脚并起来，好，数到三，一起魁斗，来，一二三 ，Go！ 我觉得被丢下来的那一瞬间，很像不被不要了，你知道？我刚才闭眼睛，我都不敢看。你看我的手。那一切来得太突然了，我现在全身湿哎、欸，我觉得站上去我也有点克服，但是要躺下来的那一刹那，对，真的不行。而且他们就三二一，然后就你知道有没有后悔？有没有后悔认识我？后悔要想要跳舞龙舞是谁带我们来的？胖子，舞龙舞狮，他好像比较可以。哎、欸，我今天好不容易不用拍哎、欸，教练。我们下课了哈，还没，我们要再一次之后，等一下挑战更难的，所以我们刚刚是在二楼，现在我们等一下2.5楼，最后我们今天要爬到3楼，我才要让你们下课，现在 OK 吗？不 OK。我们的回答只是参考，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要好好练习，来吧，准备回到你的主编。这个应该是我拍过一日系列挑战，我觉得最有难度的。这个比我们哎、欸、胖子，这比我们打猎那个还劲爆哎、欸。好，来四组预备。好 ，Don't be afraid， 来预备哦。配对成功。一二三 ，Go！ 好，一样看前面。加大便，看前面，加油！看前面，加大便。来，一二三，站起来！一二三，站起来！好。等一下，不要，我不要上楼，我不要上楼。看前面就好了，来底层慢慢往上，自己慢慢往上。现在要看，让它有更高的感觉，让它有更高的感觉。好，来，我数到三，一样丢魁斗，来预备，从上面来预备，一二三 ，Go！ 啊！等一下，好恐怖啊！我快哭了，真的超恐怖的，很恐怖，超级高！我觉得差不多了，差不多，真的差不多了，真的。来，大家把手借给我，我们这个部分先休息喝水一下，好吧？把手借过来 ，One, Two, Three。二楼的时候啊，第一次超恐怖。对，但是我们刚刚其实连续有练两三次，其实我觉得上去我可以克服。对，但是你下去，
那个摆明知道我要跳楼了，我要跳楼，而且我是眼睛看不到的跳哦。对。然后我觉得那个就是信任关系，你要很信任你的队友，可以真的保完全都信任他，不然你会我会觉得我那一瞬间是真的觉得我要被丢掉。你知道有一种游戏是一个人嘛，你往后倒，我想信任，光那个人就有点害怕了。我们的平衡感，我们如果不好，他们在帮我们控制，你知道吗？对。对啊。我超想，然后到2.5楼，刚刚说的我还没有，我还没有。我刚刚简直眼泪要掉出来，但是我是不会轻易在镜头掉眼泪。一日系列就是要挑战各行各业。嗯，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让观众知道，很多各行各业是让自己知道。其实我们不要看他们台上几分钟，他们台下是十年功，真的。而且，我们其实看，就抛上去，好像只要克服高度。对，自己上去的时候才发现，真的不简单，真的很恐怖。然后，因为今天一次也拍不完，我们下次还会再来拍一次。好，再努力。我真希望我们就会有一个成果，可以就是完整性的表演，然后让我们的粉丝啊，还有观众可以看到，我们不是花瓶啊，好不好？好，一二三，加油！你们四个人是谁要来挑战今天的 ending 动作？我不行，他，我跟罗拉，我先去拉屎蛋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就罗拉来试试看。傻眼嘞！好了，记得频道自己扛啊。罗拉 ，sorry。亚婷。亚婷。耶！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。一二三，脚站直。一二三，脚站直 ，Go。扶他们肩膀，好，你的右脚先踩上去，右脚先踩上去，好，看嘛，右脚举高 ，OK， 好，来数到三，站起来，一二三，站起来，好，来眼睛站起来，眼睛看前面，膝盖打直，好，看前面，看前面，罗拉是我啦，可以不要下去吗？我会怕。好，来直接往后倒，轻轻闭着眼睛往后，往后，往后。有听啊，恐怖，真的有听。我觉得你真的太勇敢了，你很棒，你很棒，超棒，你真的很棒。我真的觉得我很棒耶。是你啦，真的，对，是我，是你啦，不是雷拉，不是雷拉啦，是我啦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先到这边，我先去收精，更精彩的在下一集，千万一定要继续看下去，因为我要让他们给你们看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也别忘了追踪他们的 IG， 还有我的 IG， 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好，我觉得这个是极限，这个是要突破心防。猎人是晒太阳被蚊虫咬，那个可以突破。可是这个是逼不得已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今天都来了，然后摄影大哥都来了，然后就这么多人，然后又有来宾。今天应该算是我比较认真。然后我现在在想说，我到底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突破？因为我说实话，经营频道还蛮辛苦的点是在于说，我不知道有观众喜欢看我干嘛，到底是喜欢我开黄腔。还是喜欢我认真做一件事情，还是想要看我突破，还是只想听我讲干话？但是我真的今天要讲一件事情是，是我拍一日系列学习到的东西，是在于说很多东西就是你看人家表面很像表演，就是五分钟、三分钟的表演。我以为我只要今天来只要克服高，因为我觉得我不怕高，我只怕水。我跟你讲，没胡烂，我的尖叫是认真在尖叫，我没有在胡烂的。我刚刚有在抖，对不对？超抖，我到现在心脏都还在跳。所以我现阶段就是一日系列，想要把每一件事情做到好，然后还有一个是一日职人的这个系列，想要让观众知道每一个行业都很不简单。也希望观众朋友可以底下留言一下，告诉我就是你们想要看我去体验什么，但不要是水。但其实我心里也慢慢有在克服水，之后啦，我会慢慢的尝试水这样。水中芭蕾，观众留言一下，水中芭蕾。我以前跳芭蕾，但我真的很怕水。希望大家可以真的好好支持我的频道，然后因为经营频道除了花费花力，还要动脑。然后其实一个频道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，就是摄影啊、剪辑啊，包括很多来宾伙伴们，大家都是一起创造的一个平台。所以真的希望观众声明少一点，支持多一点，没事帮我多多订阅留言啦。然后干爹赶快来业配哦，拜拜。我们录到好哦。没有好就是两次、三次、四次、五次、六次、七次、八次、九次、十次。罗拉加油！罗拉加油！三次，五次，五次，三次，五次，三次，三次，耶！